劳委会的主委，台湾有800万的劳工，占台湾人口的1/3。嗯，那这些你看他们的退休金制度，我想上很多现在台湾的受雇者，嗯，可以从去年的7月1日确定有退休金。嗯，退休金跟劳保是两件事，这是一个台湾未来社会安全上一个很重要的制度，这都是在我的手中完成。但我会认为说，如果我有机会。在高雄市政府服务，我会让用我的社会福利的专业，跟让高雄市大多数的，尤其是比较弱势的人，有更多那种受到尊严照顾，那种幸福的感觉啦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高雄市有80%都是劳工，那我过去5年半的劳委会主委是全国最高的劳工主管机关。那我对劳工所做的，其实大多数的劳工是清楚。徐姐对于那个南部的这个朋友特别有办法能够沟通。那我这样，我给他一个状况，你又口举起我举。桃色蛋白质。你又口举起，我举起，不好意思，还有吴淡如，我们综艺节目啊，好，我演一个老太婆啊，你现在正在握手哈，然后去突然遇到我，看你怎么处理我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是要握手，你演我孙女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是阿娇阿娇，阿娇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阮查某孙啊，啊，阮家跟阮媳妇，因为要欠地下钱，这100万拢自杀啊啦。真的，今麦上流行的，你知无？你知影我已经过袂落去，啊，你会使甲我斗三工无？伊若无办法，我只好甲伊好，买迄长啊了去啊！啊，我不要啊！啊，叫叫我呀！啊，不要呀！小等吼，啊，我是你这项代志，我会跟你处理。我八十岁了，哦，八十岁，不过你看，就笑的。啊，怎么办呢？我不要，我那么美，我不要去卖啊！今天展览会你啊，我想这个部，这个部分哈，我会跟你帮忙哈，给我了解你的问题到底是安怎哈。啊，我是我今天请假。以前的人拢应该算的拢给我骗啦。对，我唔捌骗过人。真的。我相信你哦。对，大多数高雄人拢相信我。哦，因为其实很有那种，很有大家好相信哦。而且他看我的时候，已经会直视我的眼睛，对，不会像很多政治人物跟你握手，其实都在看美景。真的，好棒哦！谢谢。不过其实当然，每一个市民都会遭遇到不同的问题。是，不过我会认为，当然，政府也不是上帝哈，当然不是无所不能。不过我了解你的困难，你的问题，那我会尽我最大的可能来协助你，一点给你帮忙。好，阿贝阿诺嘿，我大概会这样，所以他们大概都知道我一定会这样。相信你会帮忙我哎，真的，谢谢，好诚恳哦，真的谢谢。我觉得两位哈为什么会变成好朋友，跟他们都很贴近小市民一般人的心心啊关系。讲到这里，节目快结束了，我突然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？哦。就是我，因为觉得八竿子打不着啊。其实，南国过去的生活跟我跟政治都无关系啦，哈。对呀。啊，不过南国是一个非常典型哈，台湾非常优秀的，那种很感情非常丰富的歌手，对，一唱出来歌哈，最有台湾的味道，感情。第一次认识，认识他的时候，我想在十几年前。当时我还是台北市的社会局局长，对，那我大概不晓得高雄，不晓得我主持不晓得什么样的节目，请南国唱歌，好，那我会觉得他唱歌的时候，全场10万人，都是安静的听他唱歌，母亲的名叫台湾，听他目屎都没流出来，南国就有这个魅力。南国他的歌哈都是他自己写的啦，伊嘛是足有个性的人哦。啊，不过你有，你讲你一年该写3首歌，有哪一首歌是你有人半点钟就写出来的？你敢有这种足紧就写出一首歌的经验？上紧的一条歌是7天写好了，7天，就是迄阵我帮林念如
下来外面募款，要帮他。他得了乳癌，对对对对，已经人提钱拢提钱，伊拢无爱。啊，我阿无得，咱帮伊做一条歌，叫他来唱，唱就帮他义卖安尼。对，迄个上紧，迄个七天就写好啊。啊，七天算最快的。啊，你别再拖啊，别。一条花旗，可是那个免惊，免惊，你写的量这么少，这样怎么过生活啊？谁？你啊。我写歌无阿多，靠写歌赚过生活了。你知道南哥最近怎么样谋生吗？卖血不是卖血，养老鼠。哎、欸，那个这个可爱的花栗鼠在哪里啊？哦，你要看那个南哥侠骨柔情的那一面吗？不会吧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你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对，南哥，南哥，这里玩家。来来，南哥，我觉得这个比女人好多了。南哥，来介绍一下这位朋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 Birdy 哈。Birdy， 对 ，Birdy 不是打高尔夫球的吗？对对对，啊，伊吼，伊吼，伊那个一生的理想最大就是睡觉了。一生的理想，喝奶啦哈，一两行尔，人生的目的两行尔，对，只要饱，只饱困困饱，只高啊有一种有一点雷同。他是真那个困了。他认识你吗？认你不要，你也不好理解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不要把人家丢掉。他不会接受。来来来来来来哟，Birdy， 过来哟。Birdy 只有一个人。不是最喜欢喝牛奶吗？过来哟。把自己当乳牛。你看，他来了，赶紧慢走。你可能放到胸前，他会更爱你一些。所以你先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啊？对，只有你就细心几分。真的，他跑到人家胸前去了，这样不好。对，这也是正常的。他是公的吗？他公的啊，对，正常啊。那你有为他写了一首歌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要这样打算吗？没有这种打算。我发现南哥这样还凶吗？你看一下，好温柔哦。他会钻洞，你看，他会钻洞，他喜欢钻洞。Birdy， 他想睡，我的猫也会钻洞。真的，他想睡觉就钻洞。你想睡了，宝贝。哎呦，你会叫爸爸来？没办法，来我唱歌里。变态。你突然发现狼狗变成了一个小孩，好好玩。这个宠物哈，跟养女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他永远没意见呢。哦，对，所以什么都接受什么。他永远不会有意见，不会有意见，这个比较好处理。他希望女人永远顺从他，从阴道的查某人都没再有意见。安尼哦，所以两位都是抱持那种独身主义喽。啊，男哥，你要听清楚，只有他是独身。男哥是查某人都没再有意见，就是你那是有一百个查某人，只要无意见，就是也查某人。那还蛮解释，他对我们两个容忍已经很大了。那是这外查波兰，就说他要接受他的兄弟。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另外一面？对，好像这以前没有看过的。我看到他都是在感情非常投入在唱歌。那我们就再来听南哥来唱歌，好不好？南哥，记得唱歌。再唱，对。南哥，也住的不好贵啊，点哈。没有，一颗流星是他，是他的。这样，当他在漂泊，在流浪的时候，他一定会。一粒流星老对等一下，他唱了好不好？啊，对，对不起。我们一定要公平一点，早就上瘾了。我们要公平一点。这个菊姐说她最讨厌你抢她的歌，就是嘛。菊姐唱一颗流星，然后那个南哥说他最喜欢的歌是他自己做的《灰拿里基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请南哥。灰拿里基的歌词很少了，我知道哈。没有很长哦，很长。好，那我们只要唱那个其中一段。好不好？一起来听，来。我跟南哥求后来，不要了，不要跟他，他会抢走啦，收了啦，收了啦。好，谢谢，你交给我，好可爱哦。到位，你下。
暗时流浪无聊时，懂懂的男子应该提出志气。谢谢一流的歌声，不知道谁唱完的谁唱。不要唱了，我醉了。哎，其实就是可以这个出唱片的哈、啊，是吧？三哥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！阿哥你去点嘛？来啦！我的嘴啊，因为刚刚你嘴也是唱歌上好听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台湾十个人的可以靠。真正，难怪你唱歌的是、嗯、看起来比刘德华还帅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刘德华去打拿麦呗。来来来来，拎来拎来，给我问一下。你会打麦呀？真的啊，他是啊，他是啊。哇，对不起，你好豪气哦。我不可能啦，来吐回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吐回来，喝下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台湾虽然我不是男主角，不过我也是有可靠的。好 man 哦！不要昏倒哦，你昏倒就不 man 了。我对不起你。比裴勇俊还帅，嗯、阿汤哥算什么啊？对呀、啊，放错了。王家卫应该用你演戏，干嘛只演吴念真的戏呢？嗯，那个你要唱什么歌？记不记得？灰哪里？哦，还好。一块来欣赏。花哪里去？虽然去，过去已经无同时。叶那落土，虽然去，古话已经无同味。恨你不知阮心意，为着心意等春天，不愿青春空枉费，白白苦守变孤寂。香花无香味，香花也无红颜色，一间大家乡好天，万里知影阮心意，愿将温平交予你。这样的啦，没有，没有哈、哦。对，其实我要陪他喝酒啦，他不干不喝酒，就灌他就好啦。对，他就可以。我下次找人灌他。菊姐是这样，是，因为他把你当男人，把我们当女人，所以唱起来比较有感情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对，我嫉妒我们吧？不会，因为我们互称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他是我兄弟，加油，武力台湾，不弃啦！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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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你非常感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不会啦，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。